今天下午去家家乐超市买了点东西，因为家家乐超市升级打折，我把我买的就是草根刚好没有了，买了不到两斤，花了17.09块，这个葡萄干吃点对血管好，一般我都不蘸这葡萄干，每天吃一小把。再一个就是这个黑木耳，黑木耳就是东北的，东北散装黑木耳，买了这个是，这是几两？这是4两多吧，不到半斤，19.15块，这个黑木耳每天泡点，泡点吃也是对血管好。还有这个买了这个玉米面，就是棒子面，棒子面也是打折。打折他是卖那个就是1块不到2块钱一斤，3.98块一公斤，买了3斤多一点儿，比平常要便宜点儿，就是3斤多一点儿，6.16块。然后就买了点肉，大基本上全是就是瘦肉吧，就是厚肘肉，也是打折。打折就是买了1斤2两多吧，花了17.81块，他说打折了，应该是19.18块吧，8.1。再做一点红烧肉吃，然后又买点小米，每天都煮小米粥喝。这个小米也是便宜了，今天也是打折。它是7.98块一公斤，买了1公斤多一点儿，8.36块。这是什么红谷小米？我们也不知道是哪个小米好，就把小米买了吧。今年年前就不买了，就买这些就可以了。又买了点那个叫扁的桃仁，也是打折。打折是59.81块一公斤，买了0.25公斤，15.31块。买了一群山药，这个山药是铁棍山药，铁棍山药吧，它这么就是这么一群一群的，将那个网袋网着这么一袋，这么一袋就是。他这个搞活动也是搞活动，比较便宜点吧，他是5.98块一公斤，是2.8公斤，这就叫50斤多一点吧。你看这个铁棍山药还可以，我看了还挺长的，这是多长呢？我看就是有60公分长吧，这不是就这么一群。一群才花了这个16块多，能吃好长时间，因为啥这山药能放住了，能吃好久呢，刚好也没有了。这山药从这个网兜里拿出来了，数了数有21根，还有点水分，有的上头还带着泥巴。厨房里，因为厨房里没有暖气，能吃1个多月吧，不小心一个掉地下摔碎了，你看，真是蛮好的铁棍山药。一般的我都是买了以后吧，就是把它晾一晾以后，把它摆到厨房里，放个小纸箱里头，这样，是不是很好？